林绝被铁胆功，你真没见过黑社会啊！铁胆功又名萧林下部行功，仲有称之为金蝉功，属于少林七十二艺之中阴柔之劲路嘅绝秘神功，系专练人肾部嘅功法。林绝被铁胆功，铁胆功又名萧林下部行功，仲有称之为金蝉功。属于少林七十二艺之中阴柔之劲路嘅绝秘神功，系专练人肾部嘅功法。我兄弟嚟。